嘿，大家好，今天为大家演示的这一款声卡是克索斯最新出品的 K10 电脑手机平板多功能 K 歌录音声卡，它既可以在电脑上面 K 歌录音，也可以用手机平板 K 歌录音，上面还有很多的旋钮是可以自由调节的。请认准克索斯商标，因为现在市面上有很多假冒高仿的这些杂牌货。我现在就是使用的声卡的闪避功能，它可以用在主持喊麦 MC 以及播音方面，就是你一说话一唱歌，背景音乐就自动变小。喂喂你好，今天搭配的麦克风是韵妹BM800 的专业录音电容麦。就视频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现在直接用电脑进行录音，然后第二部分就会用这个平板用唱吧里面的伴奏进行唱吧和电脑同时录音。下面就来唱歌演示一下。你知道吗，爱你并不容易，还需要很多勇气，是天一般好多话说不出去，就是怕你负担不起。你相信吗，这一生遇见你是上辈子我欠你的，是天意吧，让我爱上你，才又让你离我而去。也许轮回里早已注定，今生就该我还给你一颗心，在风雨里飘来飘去，都是为相遇，一路上有你，风一点也愿意，就算这辈子注定要和你。